好，我系 Heidi，系咪好少见我放头发落嚟呢？因为而家咧佢长到一个好尴尬嘅长度啦，同埋我系天生挛头发咧，我系唔系好控制到佢而家嗰啲挛噶。如果长啲就会似电咗发或者用咗卷发棒，但系而家好乱啊咁样。唔紧要啦，我哋下次先集翻起佢再拍啦。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啲喺淘宝买翻嚟我嚟收纳嘅用品。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就睇落去啦。首先第一樣嘢想講咧，就係我呢個長久嘅 background，呢一個係一個擺護膚品 skincare 嘅收納櫃嚟嘅。我而家攞出嚟，好重噶。好啊，我拎起咗佢啦，好重啊，手震緊啊。咁呢一個咧就一個好大嘅我嚟擺 skincare 或者化妝品，我覺得 skincare 會適合啲。嘅一個收納架，咁咧佢係一啲木板嚟嘅，佢寄翻嚟嘅時候咧都係一塊塊木，咁就自己砌嘅，哇，真係好重啊！好啦，咁我而家咧就介紹一下呢個護膚品嘅架啦，上面嗰層咧我就會擺咗一啲冇咁高身嘅樽啦，呢一個係眼睫毛夾啦。跟住呢個係我愛嚟瘦面嘅一個按摩器，同埋一啲 ColourPop 嘅 Eyeshadow Palette。下面呢一層咧就係擺我最常最常用嘅護膚品啦。咁會有啲 toner 啦、精華啦、BB cream 啦、粉底，跟住呢啲都係唔同嘅精華啦、防曬啦。咁呢一度咧，其實佢原本咧係愛嚟擺唇膏噶，佢係咁樣一格格細噶。咁但係咧，我就覺得其實原來佢擺 sample size 嘅嘢咧都係非常之好。咁就係會擺咗一啲唔同嘅 sample size 嘅一啲用品啦。咁呢一度就會係擺啲一盎一盎嘅 cream 啦。咁同埋佢真係好大噶，呢個大家都知道呢一盎 cream 係好大盎嘅啦。佢隔離仲可以擺到唔同嘅精華啊嗰啲嘢喺度，所以其實咧佢個面積都真係幾大嘅。咁其實呢度有兩格櫃桶嘅，呢一格其實我已經唔記得自己擺咩，都睇下先。其實呢度就係擺一啲我好唔常用嘅嘢，咁我就雜物咁擺喺度啦。呢一格咧就係擺我最常用嘅一啲唇膏或者唇部產品啦。咁就可以擺到好多噶，你諗下，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都擺到成十零廿支唇膏。佢仲要係其實我仲可以擺多一層，分兩層都得。不過我就冇嘅，因為呢度淨係擺我最常用嗰啲嘅啫。系啦，咁呢一个咧就会系我嘅 skincare 收集架啦。咁呢一个收纳架咧就会系摆一啲我比较常用同埋用紧嘅护肤品啦，或者化妆品啦。如果一啲未开未用嘅咧，我就唔会摆呢一度噶啦。讲完护肤品收纳之后咧，就讲化妆品收纳啦。呢一样嘢系我冇耐之前先提过嘅啫，但系我觉得佢都真系好好用，咁就再分享多次俾大家睇咧，就系呢一个。呢個磁石嘅化妝盤啦，我已經填滿咗佢啦。係啦，咁呢一種咧就會係一啲磁石盤嘅，我嚟可以裝到一啲鐵底嘅化妝品啦，就會係呢一種鐵片底嘅，咁就可以一吸就吸落去，就好實淨嘅呢一個。咁就可以擺喺啲眼影啦，或者係胭脂啦，或者係 highlight 啦，任何唔同嘅牌子唔使分噶啦。咁就自己中意做自己嘅組合啦。可以話一盤眼影一盤胭脂 ，whatever 你自己想點樣做都得嘅，或者你跟色系去組合一盤咁樣都 OK 嘅。咁你就可以組成一盤好方便同埋好個人化嘅化妝盤啦。唔知道大家平時係點樣去處理你哋啲 beauty blender 嘅呢？我自己之前係試過就咁擺喺台面啦，或者係攞張紙巾墊住佢啦，又或者係用翻佢原本嗰個膠嗰個桶去擺住佢咧，我發現特別係膠桶嗰個方法咧係超容易發毛嘅佢，咁所以咧我就自己去上淘寶尋求下會唔會有一啲擺 beauty blender 嘅架咧，原來真係有嘅喎，咁就係呢一款啦。咁呢一款咧，佢因為係好通窿、好透氣嘅關係咧，咁所以你洗完 beauty blender 或者你濕水用完 beauty blender 擺喺度咧，佢好快就會可以
变翻干嘅。佢通常涨咗湿咗咧，佢就啱啱好塞入去，然后佢干咗咧就会变翻呢度系好阔落、好宽敞嘅。咁我就觉得呢一款系几好，同埋用咗佢之后，我啲 Beauty Blender 系冇再发毛过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呢个小小收纳架我都系几推介大家去买嘅。跟住淘宝嗰度咧，一开始揾咧系揾到啲好奇怪嘅形状噶，例如系一啲蛋形下面有啲鸡脚啦，跟住有啲系星星啊、心心咁样，我唔系好中意啊，我就想要啲简单啲，有冇啲最简单嘅？咁我最后咧就终于揾到呢一款系比较简洁啲、普通啲嘅 Beauty Blender 架，咁我就买晒全部都系呢一款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想分享一个系摆化妆棉棉花棒嘅一个兜兜。咁就會係呢一種亞加力膠嘅兜兜，其實我係好中意好中意亞加力呢個質地，因為我覺得呢一個質地咧，佢簡單得嚟、plain 得嚟，但係就好有質感，咁所以咧，我係好中意買亞加力膠嘅嘢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俾我嚟擺啲化妝棉同棉花棒嘅一個收納盒啦。咁佢打開咗咧，裏面就其實好大嘅，咁呢度有格大嘅啦，跟住有兩格好細嘅，咁同埋中間呢度再有一格，咁我就擺咗三款唔同嘅化妝棉同兩款唔同嘅棉花棒，係咪好麻煩啊？個人我係真係要分開好多唔同功能嘅嘢嚟用，我先至會覺得發揮到佢哋最大嘅功效嘅。咁呢一個咧就啱啱好夠曬大啦，同埋可以將我唔同嘅化妝棉同棉花棒分得好開，咁所以呢個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同埋咧，佢咁樣吸住咗個蓋咧，佢呢個位係可以直接抽出嚟嘅，咁就唔使成日打開蓋咁麻煩，同埋就唔會話飛曬好多好多塵落去。咁我就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幾好用嘅收納盒嚟嘅。跟住咧，我就想分享一啲飾物嘅收納啦。係啦，呢一款亞加力嘅飾物盒咧，我諗大家都唔陌生，因為其實喺無印嗰度咧係會有款基本上係一樣嘅收納盒嘅，咁但係佢係賣緊幾百蚊，我呢個係幾十蚊，咁我就買咗呢一款四層嘅啦，咁佢就會係一個亞加力膠嘅收納盒啦，咁就會連埋裏面啲擁盒嘅，咁裏面啲擁盒咧係有唔同嘅間隔俾大家揀嘅，咁我第一層咧就揀咗一個擺戒指同埋一個大兜咁樣嘅間隔啦，咁其餘嘅層數咧我就會揀咗呢一啲全部都係一格格嘅，因為我覺得係最方便嘅，咁我會擺啲乜嘢入去咧？咁就今次分享俾大家睇下啦。呢一层咧就会系摆啲颈链啦、束卡啦。咁呢一层就会系摆啲手链、脚链啦，因为其实我唔系成日戴手链嘅，咁所以我真系冇乜，咁就摆住喺度先，迟啲就会填满佢噶啦。跟住咧呢一层咧就系摆一啲勾勾嘅耳环。咁点解会系摆啲勾勾嘅耳环呢？就一阵间大家就会知噶啦。好啦，咁跟住之后咧，就会分享都系亚加力胶质地嘅饰物收纳盒。咁呢一个咧就系耳环架嚟嘅。咁个收纳架里面咧就有三个呢一种嘅耳环架嘅。咁全部咧都系我嚟摆一啲耳针嘅耳环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就会知道点解我头先全部耳勾嘅咧就要摆落嗰个饰物盒度，而摆唔到喺呢度。因为咧，如果你系用耳勾嗰啲耳环咧，佢插落去系好容易跌出嚟嘅。咁咧就要睇翻自己嘅需要啦。咁因为我自己就系耳针耳环多嘅，咁所以我买呢个我都觉得好适合。咁但系如果你系嗰啲耳勾嘅耳环多咧，咁我觉得呢一个就冇咁适合你啦。咁佢里边有三个呢啲架嘅话咧，咁我就有分到呢一个就会系一啲比较细型嘅耳环啦。另外呢边咧就系一啲比较夸张少少嘅耳环嘅。咁其实可能你会问，点解唔买一个大箱抌晒饰物落去？咁其实好悭位啊。咁我觉得系有三个原因嘅。咁第一咧就系你咁样摆咗佢哋咧，你就会更加清楚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嘅饰物。你出去买嘢嘅时候系冇咁容易买到啲重复嘅，跟住你会知道自己啲饰物系有啲乜嘢啦。你要用嘅时候就更加容易揾到，唔使抄嚟抄去啦。第二樣嘢咧，我就發現呢個係一個保養飾物嘅一個好好嘅方法，因為呢啲金屬其實好容易氧化啦、甩色啦、褪色啦、瓦色啦。但係我發現咁樣分開佢哋嚟擺咧，特別係用嗰啲一格格嘅擁抱嗰啲嚟擺咧，佢哋呢個情況係會改善咗好多，係冇咁容易褪色同埋氧化嘅。同埋第三，佢哋係唔會咁容易打棘，因為頸鏈嗰啲咧好容易
扭埋一住或者自己打裂咧，跟住就會勁難解翻出嚟。當你係臨出街諗住戴頸鏈嘅時候，你見到嗰住嘢，你就會覺得好敏啊，同埋好嘥時間。但係如果你咁樣分開曬佢哋嚟擺咧，咁就會非常之好噶啦，咁就又方便啦，又快捷，又出到門口啦。但係咧，我就唔建議你，譬如啱啱出完街除翻啲飾物嘅時候就即刻擺落去嘅。咁我自己咧就會係買咗一個貓貓。咁呢個貓貓飾物架咧，佢條尾咧就可以圈咗啲戒指啦。咁而呢個上邊咧就可以圈一啲手鏈啊、手鐲啊。咁下邊就可以擺啲頸鏈耳環。因為咧，其實你出完街咧，你啲飾物可能係會有你身上面嘅油脂啦，跟住可能會有唔同嘅氣味啦。無論你譬如餐廳啊，或者係出去唔同嘅場所啊，或者你自己噴香水嗰啲味啦，又或者可能落雨或者天氣潮濕嘅水氣咧，咁係啲飾物都仲未散曬。因為其實這些水氣是最容易令到飾物去氧化變色甩色的，所以記住一定要風乾了它們才擺放入櫃裡面，就可以令到它們壽命更加長。接著我就想分享一些萬用的收納箱，就會是這一種布藝的。它是布的質地，它原本就是很輕身，還有它們是比較 flexible， 就可以擺很多東西都可以的。我自己家是有四五個的，我会摆啲乜嘢咧？咁就系例如呢一个，咁就系我出完街之后咧，就会将我个袋入边啲嘢全部抌晒落去，咁我个袋就可以摆翻埋佢啦。同埋我发现用咗呢个方法之后咧，我出街漏带嘢嘅情况咧系改善咗非常之多。因为咧我以前系一个唔系好执袋嘅人嚟嘅，咁通常啲袋用完咧就会摆喺屋企，咁换袋嘅时候咧就将一个袋啲嘢过落另一个袋，咁可能。今日唔諗住帶出街嘅嘢咧，就會繼續留喺舊嗰個袋嗰度。咁久而久之咧，我每個袋咧都會有一啲嘢留低咗咧。咁有一日如果我再換袋嘅時候，我嗰刻唔記得咗，我出到去想用嘅時候咧，就會冇咗嗰樣嘢噶啦。咁我就發現咧，如果每一次出街咧，都會將啲嘢擺翻曬落去咧。咁我每一次執袋嘅時候，我就可以喺呢一度度揀一啲我需要攞出街嘅嘢。咁久而久之咧，咁就唔會話。不同的袋都會有不同的，因為全部有用過的東西都會在這裡出現的。那這種收納箱呢，我另一個很大的用途呢就是用來擺 mask。 這個很漂亮的，它是一個粉紅色北極熊的布啦，那裡面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mask 的。因為你們有沒有發現呢，如果你買 mask 一盒一盒地堆呢，其實他們用的空間是非常之多，但是呢你擺出來之後呢，經常都不知道將它擺在哪裡好，或者是擺在很多不同尺寸的盒呢，都是覺得個尺寸不是很對。但原來呢這種布藝的收納箱呢，它擺 mask 的尺寸是非常非常之 match 的。呢度有一盒啦，跟住另外都仲有一盒嘅，咁我就會擺曬喺呢兩個。咁其實咧，佢一個收納箱係擺到超級無敵多 mask 噶，因為呢度有咁多 mask 咧，佢仲有咁多個位仲可以擺噶，咁所以其實佢哋嘅潛能係好無止境同無可限量。我覺得呢一種真係非常之好我嚟擺 mask。跟住之後咧，我就想分享呢一個好幼身嘅一個膠嘅櫃桶。咁佢依個係組合嚟嘅，上面呢一格啊，跟住下面呢一格咧，都係可以分開咁買，逐格買嘅。你咁樣睇係咪好似好大？其實咧，佢只有15cm 啊！睇下大家睇到咧，佢唔係大過隻手好多噶咋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幼身，但係咧佢裏邊咧有好實用嘅一個櫃桶嚟嘅。在香港我是很少见到这么小的柜桶，它是很适合摆在一些你有时望着那个位置好像摆什么都不是，一些我是形容它为一个鸡肋的位置，那就是很适合很适合摆到一些这样的幼身柜桶的了。它这个位置呢就是我本身说，就是如果我没有摆东西我觉得浪费了，但是如果我要摆又不知道摆什么好的位置，那我觉得这个呢我度过是 perfect match 的。跟着它一格里面呢是非常之大，可以见到我是摆到很多很多的东西。那这一层就譬如我会摆眼部的化妆啦，跟着这里是可以摆到很多不同的 palette 啦，
系啦，咁下面呢度都仲係有好多唔同嘅护肤品啦。咁佢就真係一个好悭位，但係佢容量非常之大嘅柜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呢，我隔篱呢个柜呢就係一个平时嘅柜嘅大小啦。咁而呢一个只係需要一半嘅阔度嘅啫。所以大家都可以睇下，如果屋企有啲位係你空咗出嚟又唔知做咩好呢，都可以考虑下呢一种嘅柜桶仔嘅。大家可以睇到一个瞓緊觉嘅 Chopper。嗨，妈咪拍片，你系咪瞓觉啊？你好眼瞓啊，系咪啊？咁今日呢个淘宝收纳小分享咧就嚟到呢度啦。我唔知道大家对家品其实个兴趣大唔大，因为我谂住系嚟紧就嚟新年，如果你哋想整理一下自己房间嘅话咧，希望呢条片系会帮到你嘅。咁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就畀個 like 我啦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我每個禮拜都會 upload 兩條片㗎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